今天又来到了一日挑战特辑，那我今天要挑战的就是吉他。那这个挑战的内容呢，我要找一个吉他老师跟他学一天的吉他，看可不可以在这一天弹出一首歌。那弹出这一首歌就完成我今天的挑战。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吉他老师进场，欢迎我们的吉他老师玉祥。当然有听过啊，但其实就完美落地过了，所以不要，换一首，换一首。还是我想看，我不要。你好像有在冲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最近有在学冲浪。那海洋有没有听过？海洋吗？是你说 MC Hato 那个热狗的那个老舍海洋？哪一首啦？那个海洋吗？陈建年的。哦，陈建年的海洋，所以是他是慢歌。轻快。对，会很难。应该还好。应该还好。没有几个和弦。没几个和弦。没有几个。因为一日内要挑战成功。对。OK， 那就是这一首海洋。好。那我们就带给大家这首海洋。Go。OK， 那我们这首歌呢，最主要有两个东西，就是两个和弦跟节奏。和弦跟节奏。对，它的和弦只有六个。就是 G C A B D， 就这样而已。这样才五个。就这样而已。这样才五个。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啊，所以，啊，所以，算数有，算数有问题。啊，六五个，五个，五个 ，OK， 就是五个和弦。就五个和弦。那第二个就是节奏。节奏。节奏，他从头到尾都是用打板的技巧，他就这样。打板。好，所以我等下这边要。这边是和弦，对，这边是和弦。那你的右手就是一直节奏，打节奏，打板。那我们先从打板开始好了。打板吗？对，唯有打板才有。你说那个篮球那个打板？好，不是，打这个吗？对对。打这里？不是，是哦，上面这边。弦上面。是会有什么效果？是会有一个打的话什么效果？比较轻快。你可以弹一次哦。就是大概是这样。有海洋的味道，用指甲吗？是用指甲。指甲是勾勾，然后拍我们是就比这个姿势，对，这个姿势。招财猫。招财猫，对，招财猫。这样子。招财猫。好，有。对。你刚刚说有五个和弦。五个和弦。啊，我一个都不会，我还怎么弹？我们先打板。打板。先把板打好。等一下，把你的三只手指头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。食指、中指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，吉他是由下往上数。一二三四六根，对，这次算数比较好。我们把三只手指头各放在2、3、4，然后我们的大拇指放在第六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的节奏就是踢拉拍拉踢拉，三根一起吗？对，三根一起拉拍。拉拉，对 ，T 就是我们的大拇指。大拇指 ，T， 对 ，T， 不是那个 T， 连 T， 是那个 T。T 拉拍拉。T 拉拍拉。对，很好。我掌握到你的节奏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5、6、7、8 ，T 拉拍拉 ，T 拉拍拉。不是一次就好。对，一直重复。好，要一直重复。一直重复。5、6、7、8踢拉拍拉，踢拉拍拉，
错，哎，进入状况了，有一点小神到沙滩的味道了，有海味了，再进去就海了。所以是滴答拍打，滴答拍打，你试着跟我讲吧。滴答拍打，今天要学吉他，一日挑战好简单。好像有偷学过，有啊，我这边这好像有偷学过。这个节奏稍微有感觉了吗？有概念的。滴答拍打 ，OK。对对对 ，OK。那好，记住这个东西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和弦了。和弦，第一个和弦就是 G， 把你的中指。GG 吗？对 ，G， 中指，好，中指放在你的第六条的第三格，一二三，对，没错，食指放在第五条的第二格，对，用你的无名指跟小拇指放在各一二条的第三格，一二条这样子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等一下我们也一样，踢拉拍拉，踢拉拍拉，踢拉拍拉，我的食指都会莫名的来第五条，你的食指。第二个和弦就是 C， 我们只要把食指跟中指往下各移一条，往下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变成 C 了。这个就是 C， 那我们只是跟刚刚的节奏一样，踢拉拍拉，一样是踢拉拍拉，踢拉拍拉，踢拉拍拉。那也怪怪。你的食指又在蠢蠢欲动，看我弹一次哦，大概是这个速度。看我的左手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大概这个速度。怎么被你搞的？好像很简单的，真的很简单。好，从 G 开始。对对对，好来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诶，再，有点混乱。我数一二三四，你的右手都不要动，你只动你的左手。我数一二三四，到二二三四的时候，你就要换到 C 和弦，可以吗？好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再回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就是这个感觉而已。好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滴答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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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我们刚刚已经觉得会，只能拍吗？一定要拍吗？是不是有点对？有点卡住。我想一下，不是，这还就还不习惯，这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如果不拍的话，可能要用刷来代替。刷刷，我们对对对，就用刷，一直刷，这样是会没有海味。没有海味吗？不会，应该比较波浪没有那么大。波浪没有那么大，可能没办法冲浪。尖浪比较温暖。对，刷的话，我们就是节奏是下下上，下的话是往下刷，下上的话就是往上刷。废话。认真一点。这跟我刚说，我第二挑战是吉他，然后握着一把吉他的手不一样。下下上，上下上，下下上，上下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有天分哦。我们先把闷住，不要去压和弦。下下下上，上下上下。我不知道你会这个哎，像平常都这样拨拨头发，好继续。然后讲这么，所以我们一样把和弦加进去。这个上面这边跟刚刚一样。对，跟刚刚一样。好，来预备，五六七八下下上上下上下。下下上上下上，第二次的下下就要换 ，OK， 对对对，所以就是 G 换 C， 对，没错 ，OK， 好来，预备，五六七八，下下上上换上下。第四次
下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要最后有一个这个。这个是 G I C。C， 这个是 C。C 是这样。对。你弹下去的时候会稍微把手放开，要让它有一个断点的感觉。断点。什么时候手？刷下去之后，松开是不是就没声音了？哎，就是。哦，这是四成半的。对，真的。应该不用一天了。应该快了。快了，再给我2分钟。所以这边就不变了，就是一直下上。对，这边都不变，就是一样的节奏。我们整首歌都是下上。不用再拍这个，不要再拍了，没救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再拍了，不要再拍了。OK。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如果 G 跟 C OK， 我们就剩下的。来，这样子，等，这样子几个八？一个八。这样是一个四。一个四。一二三四。想把它弹到哪一段？我们弹四个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一直弹到四个八，最后的七八就要。好，七八你再。对，我再 Q 我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三个，对不对？它的和弦只有六个 ，G C A B D， 这样才有五个。再剩三个。你一开始就教这个就好了。我们下一个和弦就是 A minor seven， 这很简单，我只要把我的食指放在我的第二条第一个。第二条第一个。对，然后中指放在第四条的第二个。没错，这个就是 A minor seven， 这样就好，好，这么简单，好，简单，一样，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上上下上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和弦 B minor seven， 等一下，这个有一点点难，它是封闭和弦，通常练到封闭和弦的时候，就是吉他新手最容易放弃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手会非常痛，为什么会痛？怎样痛？看，整只手这样压在上面。食指吗？食指，对，压在第二个的一整排，全部哦。第六条不用压到，只要压到第五条就好了。要压很大力。你只要它让弦有靠在吉他上，不用到非常大力。然后中指放在第二条的第三个，你的手不要这样打开。有我夹着，你才打开，你全家都打开。四条的第四个，这样没错。哎，哦，好像对来说没有那么痛。因为它有点这样子，对，我要从 A minor 换过来这样的。对 ，A minor。这样怎么顺下去啊？这样会不顺吗？很快啊。这样吗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我要过一次。好，来。没关系，来不及。一开始如果你要快速可以自然自唱，就是你错了你的样子。假刷给他假刷下去，眼睛闭起来，陶醉在那个音乐里，你不讲我不陶醉在哎呀，谢老师，我们先把他带过去，我看你换一次。换 A 还 OK， 因为 A 比较简单，但是 A 要换 B 有点 K。对，没办法，因为你的封闭和弦还要再练。这边要怎么顺下来比较快？就是滑下来。就这样，直接先把无名指对到这一个下来。哦，所以无名指先找位置。对，无名指先找位置。无名指先走位。先走位。好，是不是？你先对到了之后，他马上就。你很喜欢最后再讲。要怎么滑比较简单？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讲？这样才能削到你这个老狐狸。先让你思考。好，这样。对。
第二个就是 D 的话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把中指放在第一条的第二个，第一条的第二个，然后食指放在第三条的第二个，三只手指头会变成一个倒三角形，三只，好，对，一个这样，倒三角形，这样，会这样弹，所以 G C A M I， 然后 B M I， B M I， 然后 D， 就这五个，你跟着我好不好？你我也要弹，你也弹，啊，弹错了都没关系，好，手指尽量去跟，我已经忘记 G 了，五六七八。OK， 经过7749小时的挑战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来挑战了吗？对。OK， 你对我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有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来这首《海洋》，看下去 ，Go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OK。
的挑战，算成功吗，老师？成功。耶、yeah! ！真的练吉他还蛮辛苦的，手指也蛮痛的。OK， 我会再继续努力的。好，下次就是招财猫。好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我是艾森，他是玉祥老师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